才有说这边心情真的有点紧张吗？是需要紧张。为什么会紧张？因为总是见到媒体大哥大姐都会难免的会紧张。他们过去有对你不好吗？没有没有，都很好，但只是我个人的问题。哦，会那个小紧张，因为今天看到这个阵仗这么大。对，因为大家都是我的强项。对，因为大家都看好这个币呢，在歌坛的发展应该会是下一个小天王啊。还没有哦，但是呢，聊到这一次这个今年暑假，你有很多的这个代表性的事情即将就要来发生。是的。首先恭喜你，7月16号的演唱会，是听说开卖之后呢，门票迅速秒杀。嗯，自己感觉怎么样？很感谢大家，就是一直都讲我的粉丝朋友们，就是很用行动来支持我的一切，所以非常非常感谢我的歌迷朋友们，还有支持我们老鹰音乐的所有的朋友们。对，这个自己没想到说这个成绩会这么好，对不对？应该算是打了一剂定心针啊，吃了一颗定心丸。其实开卖之前我还紧张一下，对，因为很怕卖不好，对，怕票房不好看。但真的给我一个很大的惊喜，鼓励，鼓励，对，所以我会很努力的准备这次的演唱会。好，刚刚这个 B 呢是很谦虚啊，不过呢，我相信这个 B 书记是属于舞台型的选手，也是舞台型的艺人，一站上舞台你就哇，荷尔蒙全部都爆发，肾上腺素全部都爆炸。唱歌的时候，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OK， 所以呢，这一次呢，这个7月16号呢，伴随演唱会的举行，也会带来个人的音乐专辑。是的，要不要稍微的介绍一下？我这次的第四张个人专辑《I Be to the Double I》这张专辑是6月6号6号会发行，然后到极致啊。对，这张专辑里面有6首歌的自己的创作。那我的专辑都一直都有强调，就是这次的专辑啊，我觉得是强调我的两个名字里面的，属于我自己有两个面向。对 ，I'm B to the double I。所以其实对快歌或者是比较拿手的慢歌，这张专辑其实想要表达给大家。这么紧张？对，过度的紧张。对。哦，妈呀！第一个就会打到你的帅脸呐、啊！我怕大家听不到。对，回到刚刚跳一下，接起来。是的，这张专辑想要表达给大家一个，因为我上一张专辑是已经隔了1年半的时间，一年多，对，所以想要给大家看听这一年半的我自己的成长跟进步。是，所以呢，不管是这个快歌毕书尽还是慢歌毕书尽，都是能够呈现出最完美的你。是，而且这次的制作人帮你打造这一首 Catch Your Double Eye 呢，是的，听说配搭了一个很没有人性的舞蹈，很难跳，但是超帅。是不是这样子？希望是给大家一个，也是一个小惊喜，小惊喜哦。因为练其实还蛮久的时间，很辛苦。我自己对自己的舞蹈没有很有把握，没有信心。对，所以其实拜托老师们多排一点时间给我苦练。对，苦练。所以呢，这个今天晚上呢，听说在这个老鹰音乐的脸书粉丝页就可以看到1分钟的，是60秒的。OK， 所以大概几点几分会播啊？大概是几点几分会播？几点几分 ？Double I 6:06。6:06，因为取其谐音，专辑在6月6号，66大顺就要来发行啦。是的，所以呢，可以让这个更全面进化的这个毕书尽，而且这一次的 Catch Your Double Eye 呢，听说韩文 rap 是你自己写 的，然后又把你的歌名字也是写进去，唱在里面。对，然后你感觉怎么样？非常的爽。哦，他应该在一直想毕。然后觉得虚荣心作祟。对，因为天王都要这样子玩的。哦，真的吗？周杰伦以前都唱过了。周杰伦。对。他下礼拜要来。哎，对对对，你知道？我知道。哦，你知道哈？对对对，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个我们的小天王跟这个超级天王都努力的为歌坛带来更多不一样的心意。对，下礼拜你也再唱一下。我跳一下，我不在。好。但是呢，这一次为了演唱会，你会做出什么样的准备？当然，精彩，
精彩的节目。是哦，因为这场演唱会想要表达给大家百分百的毕书尽哦，所以从跳舞到摇滚到抒情歌，整个都是讲我自己的一个故事的概念。是，所以呢，体力给我信心啊！你这么瘦弱，感觉最近又瘦了，操劳啊！没有没有，现在超壮了。哦，你现在超壮了是不是？看不太出来了。口说无凭，各位说自己超壮的人，我们这现场呢，来到电台是不是？你是我们的。好，谢谢大家，先走。哎，想绕跑啊？他是我们 Hold 住 B， 所以呢，今天呢就要帮这个 B 书记做一下演唱会前的体力大考验。你能不能够顺利的通过，成为真正的男子汉，就看今天啦。所以我们要这个三管齐下。B 书记呢，首先请你通过第一关是握力棒的考验。这个呢，根据我们的这个这边的数据指数哈，一般正常男人，各位现场这些男人们呢，一分钟是可以做50下。那因为这个怕一分钟太久，大家会睡着，我们就能直接对半砍成30秒，也就是把这数据呢直接除以2。你要做25下。才能够成为真正的男人。25下是标准是吗？对对对对对，均值，平均值啦。如果你要做超过也是可以，好不好？因为你今天是穿 Marvel 嘛，对不对？是的。哦，所以你也是那个嘛 ，Superhero 嘛。对，我是英雄。Yes, you are superhero。我帮你拿下麦克风。所以呢，现场呢，帮忙计时30秒哦。第一关握力棒考验，毕书尽积极健身，能不能为这次演唱会带来最佳表现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 ready? 毕书尽，3、2、1 ，Go！哇！哎，哦，不行哎！哦，好轻松，3、4、5、6、7、8、9、10、11、12、13。哦，14，有哎有哎，19、20、21、22、23、24、25、26、27。时间呢？29、30、31、32、33、34。好，剩十秒。笑容哎，你手还好吗？还好还好。哦，各位，顶扣扣，金甲硬邦邦，二头肌很哦，很硬哎！不要说姐姐是女豆腐哦，没有啦哈哦哎，年轻人的这个身材果然是不一样哦，小鲜肉哈、哦。所以呢，第一关这个握力棒呢，恭喜 B 耶，顺利达成。第二关接下来还有更没人性的。毕书尽，你以前的是个体育跳绳高手吗？不是。太好了，我们最喜欢听到他说不是体育跳绳高手。哎、欸，太长了，没关系，我们可能要麻烦那个要稍微那个反折一下，对我们 Hit Fan 最佳体能教练来为您做一下指导。好 ，OK， 就稍微要拉一下这样子，这样可以吗 ？OK 吗？好，啊，前面麻烦闪开一点哈、哦，防护罩打开，防护罩打开。好，毕书尽，哎、欸，要站前面一点，不然后面会打到。根据男人的均值，一分钟是跳80下 ，OK？ 好，啊，看前面谁对你不好就甩他。好，好，来，现场计时开始，1、2，啊，很长哈、哦，太长了，可能袋子把它缩短一点。好 ，Ready？OK，OK， 哦，没关系，先熟悉一下。太长或者太短都不太好使弄哈。紧张，没关系，我们刚刚都会全部跳掉重剪。好，用成功的地方回放，连续剪接10次，好不好？就算成功这样子。好，哦哦耶耶耶耶，我要加入吗？我要加入吗？好，上门跳绳，我进不去。有啊，看得出来啦。毕书尽是有用那个跳绳在锻炼体力啦。哎，拍谁？我们这绳子。好，换个方向，对，来，对着我们那个电脑，有哦，没关系，1、2，脚高高，我这个方向看毕书尽的腿真的好细哦，1、2、3、4，有，进步加进，有，哦耶，好啦，掌声鼓励，意识到了。拍谁，我们这些都是因为工作人员因为预算的关系，你看这出来这个跳绳一条大概50块而已嘛，所以便宜没好货。好，所以现在心跳大概多少？100，才100哦。112。哦，好精准的数据，有差不多哦，好，有了大概120左右了，好。
我不好意思摸你胸肌啦，我怕我会自卑。好，再来，好，再来呢，毕书尽进行体力第三关，男人最重视的就是腹肌，来，滚轮请上。毕书尽，你平常在做一些伏地挺身啊、仰卧起坐这一类的吗？都有。对你的肌力有没有这个腹肌、腹部力量有没有信心？有。OK， 第三关呢要来做滚轮哦，对对对。斜的，对，可能45度角，对，好，稍微做一下准备哈。根据平均值，男人一分钟可以做20次。毕书尽到底是女人还是男人呢？我们就来看一下，30秒呢，应该是至少可以滚10次，然后是用那个跪的方式滚出去收回来这样子。这真的蛮吃力的。哎呦，你还认真啊？对，稍微这样，对，一点点这样，对，一半就好，一半就好，定格，对对对，以比较省力的方式来拍照哈。你不要当欺负 ，B 真的很认真，他会全部做到十乘十，他是个工艺啦，真的。好，来 ，B 就是麻烦各个角度看一下下。OK， 算是相当完美啦。哦，